在这一波的主灯释放完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感谢有来参与我们第三波，有来参与我们第三波的。现场朋友们，希望大家呢今天都有拍到您想要的照片，也希望大家的愿望都可以实现哦。好，一样呢，在我们主舞台这边呢，精彩的活动就如同我刚刚说了800遍一样的不间断。接下来呢，很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全方位的功能型唱作人，火烫嘻哈唱作新人类。